复读机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小哥这好贵呢。小哥怕贵吗？我这是最新款，打开看看。喜欢吗？哇塞，小哥！漂亮漂亮漂亮！是为了小婵你也下了血本了？那当然了，我小妹将来是著名作家，是吧？我就是著名作家的小哥，是吧？我当然得投资了呀。小婵将来要写什么来着？小哥，叫咱家，就叫咱家。上哪儿去啊？坐下。虎子来了。姑姑，你啥意思啊？拿我当空气是吧？商量都不商量，给你妹买那么贵的东西。那是我的钱。咱俩是不是一家子？是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欺人太甚。我给我小妹买东西用我的钱，怎么叫欺负你呢？这日子没法过了。那就不过。想得美，想跟我离婚啊？我偏不。那你要舒服就接着过。姑姑，你有完没完？我爱红千错万错，你该罚已经罚了。你不理我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整整两年了，我跟你结婚一天好日子都没过上，你整天拉个脸，我跟你说话你像没听见。你有完没完？我没完。爱红，这样的日子没人逼你，是你自己选的。想走是吧？上哪儿去？上哪儿去？想走是吧？我以为你是一时记恨我，就算是块冰我也给你融化了，可我白费功夫，我白费。你一下都不碰我，你喝醉了酒说梦话，还在喊兰心的名字。出去出去。兰心都送两年了，说不定人家都嫁了。滚，你让我滚就滚啊，我偏不滚。阿婆怎么了？问你儿子去。你有完没完啊？妈，这又怎么了？怎么叫没事呢？你看他那样，你能不能别招他呀？我没招他。哎呦，虎子，这日子你就打算怎么过下去啊？就怎么过。妈知道。这当初要不是你爸病着，要不是为了咱们这个家，你也不能娶爱红。你说都两年了，你看你过的这日子，妈真的是心疼。妈，您别哭，我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妈，我真没事，我扛得住。你看我现在好着呢。今天是大好日子，小婵考上大学了，咱不能哭，是不是？不行，可惜。行了，不早了，赶紧睡啊。知道您担心儿子，我没事儿，别回去胡思乱想，早点睡啊。
这都多长时间了，一点长进都没，不懂敲门啊！对不起，大哥，对不起。哎，大哥还这么风流倜傥，生理需要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。大哥，你一电话，我立马就回来了。你看啊，我可一分钟没差，一分钟都没差啊。可以啊，混的人五人六的。金表都戴上了，这是跟大哥学的，我得包装自己呀、啊！我，哎，大哥，你找我回来干什么呀？那文件在桌上呢，你自己看。饲料添加剂。这个项目我考察过了，是个投资热点。这也是个玩学问的活儿嘞。玩学问就不用你了啊，你把公司管理好就行。您是说财务市场一把抓，没问题呀、啊，这我门清的呀。厂房跟设备都是现成的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到时候你去谈，我给你30万启动资金，剩下的就不用我教你了吧？啊，不用不用，我去找人，想入股的咱让他当股东，然后我再找银行贷款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，大哥？那看来你小子有进步啊。公司成立起来以后呢，我是最大股东，所有股东的股权不能超过我。嗯，不过我不能在明面上，这个是咱俩私底下的协议。这公司的大权您就交给我了，大哥您放心，我肯定能干好啊。我不在明面上，不等于不掌控公司。我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，不能把鸡蛋同时放在一个篓里啊。还是大哥想得远，懂得多。这一晃，你去海南都2年了，真快。哎，大哥，我听说这兰心还没回来呢。哎，在江州呢。弄得我这一天还挺惦记。哎，郭虎没和艾红离吧？你还惦记艾红呢？哪儿啊？郭虎要不甩掉艾红的话，那兰心迟早不都是您的呀？离那么远，想抓也抓不着啊。哎，怎么样，哥们儿？这么久没见了，晚上好好聚聚，给你接个风。谢谢哥。陈，小陈，妈，怎么啦？吃早饭了？哦，妈，我小哥给我买的这个复读机呀、啊，太管用了。歇一会儿吧，吃饭啊。哎，阿红，我进来了啊。
艾红，吃早饭了？不吃。艾红，别怄气了，气坏了身子啊！来，起来吧，吃饭啊，吃早饭。这日子没法过。你说你，成天的追着他吵架，这日子能过吗？我怎么追着他了？他根本不把我当人看，我连那狗都不如。哎呦，你说你这孩子，哎呦，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你？我怎么说话了？叫你儿子吃去，我不吃。艾红，不信这样啊？我哪样了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长辈吧？我一直都这样。当初嫁到你们家的时候，我就这样，你们不知道吗？谁也别想跑。妈。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累了，歇会儿。是不是那艾红又惹你生气了？没有，妈。你以后做了饭呀，谁爱吃谁吃，就别挨个叫了呗。这横竖不是一家人吗？那谁跟他一家人呀？我小哥给我买个复读机，你看他那样，掉个脸给谁看呢？叫我说呀，不如让我小哥趁早把婚给他离了，这种婚姻太折磨人了。净瞎说。那说不定我小哥早就这么想了，是他赖着不离。妈，你和我爸跟我小哥说说呗，让他把婚离了。哎呀，哪有父母让孩子离婚的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有什么的呀？哎，行了行了。哎，小陈，嗯，麻烦你，你小哥是不是还在跟兰心来往了？没有啊，兰心姐现在人在江州，怎么来往啊？嗯，行，知道了。队长，队长，你先别太吵一半儿，少一半儿，吵得都快吃饭了。别吵，别吵，他说吵得我脑袋都疼。不是，你们听我说啊，那个这个事儿呢，我已经向公司反映了，是不是？你们拖家带口不容易，我也都知道。哎，你们看看。我也是这么多呀，我也没搞什么特殊啊。那说你啥是啥呀？啊，这点想法。这个呢，我如实的往公司给你们反映，是吧？把大家的困难一定跟公司说清楚，让公司尽快给咱们解决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哎，虎哥，这个月工资你领多少啊？一人一半多一点，不都这样吗？我也是啊，车队怎么效益一年不如一年啊？不是，我可听说咱们车队准备下岗计划了。车队有人要下岗？这都成风了，好多人都在为自己做准备。是得做准备了，这样下去肯定不行。那虎哥，你自己出去单干呀？你这么大本事，还在外面干多好。你看你妹夫，他不也自己单干吗？你说跟住我？对呀、啊。他是干得不错，那你要真有这样打算，你可得把我带上，啊！行，我琢磨琢磨吧。好了，我先走了。